各位球友大家好，我是小野老师，今天给大家测评一款雷神公司即将上市的锐龙9国套。这款套胶采用的是 40.5 度高密海绵搭配粘性胶皮，和尼奥狂飙一样，它出厂也是有打底层的，不过我感觉这个打底层并不是很平整，我是撕掉打底层以后刷了四遍乌鸡，一遍膨胀油贴上的。为了试验一下它和狂飙性能的差别，我特意拿来了阿尔玛的张继科 ALC 搭配尼奥蓝国40度， T 码张继科 ALC 搭配锐龙9国套，把这两只球拍做一下对比。在正手对攻的时候，感觉二者的海绵硬度接近，击球的手感狂飙发闷，而锐龙9国套更加通透，声音也会更加响亮一点，击球速度锐龙9更快。正手拉球，锐龙9的发力门槛会更低一点，胶面的抓胶感很强，弧线比狂飙略低略长。如果你的发力没有那么大，在多数时候你可能会感觉锐龙9的手感更加通透，体验感会更强。这里绝对不是在吹锐龙9的表现多好，以小小雨的感受来说，